这样下车、啊、拜完都还没跟人家讲话就跑走了，与其这样还不如少一点。所以还是涨平均一个公庙大概20分钟，最后一点会不会觉得太甜了？哇，20分钟哦，拜到最后会到底去哪一家都不晓得。我会不要教他掌控一下时间，因为他昨天有迟到一个多小时。对啊，十二个多小时要排21个分，这就是这个就我不晓得，也许他有他的规划了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是我，我不会这样排的，因为你这样下车、啊、拜完都还没跟人家讲话就跑走了，与其这样还不如少一点。会不会觉得韩国语会以的情况下乱讲？啊，所以老实讲哦，心平气和这4个字哦，讲比较容易，但要做到说哦，心平气和不太容易。等一下的昊天宫也是，因为昨天那个早就排好了，应该两个礼拜前就排了，我们也不晓得人家排什么。就好像有尬场的感觉，因为他昨天也去昊天宫。没有、啊、想太多了，因为台湾还是小小的嘛，他有时候特别是高铁哦，把整个方便一日生活圈里的，所以总是会重复。